单设水墨山水画，在技术上有独特的要求，这就是山水画最精彩的部分——皴法。皴法可以表达出各种各样的细节，比如说树、石、云、水，特别是树和石，还有山体，这些都可以用一种更加细致的、更加精微的笔法来进行处理。皴法还可以提示一种近距离的、精微的观看经验。 用古代的话来讲，就是可以更有效地传达出天地山川的真气，也就是把事物本身的质感生动地表现出来。皴法必然意味着要和水墨联系在一起，因为皴法如果去表现树石、山体之后，再加上厚重的颜料，特别是矿物颜料去进行覆盖，那么所有的皴法、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努力，都会作废。物象本身的自然状态。 形体结构就会被彩色装饰性的色彩加以掩盖，所以我们看啊，敦煌的壁画都是彩色的、勾填的绘画，但这里呢就很少能看出树石本身的这种肌理和质感，所以我们说皴法必然要和单色水墨联系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彩色的山水啊，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简单的皴法稍微提示一下物象的结构啊、轮廓啊。 就好啊，但是不能用繁密的皴法来加以表达。一些小青绿山水，如果我们看一下的话啊，包括董源的一些画，它的坡角就是用一些细细的、浅浅的这个皴法，很淡的墨，然后再覆盖上颜色。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些痕迹，但是不管怎么讲，这种皴法必然是一种平和的、带有装饰性的一种皴法，而不能像李唐啊，或者说马远啊、夏圭啊。 那种激烈的皴法会产生一种冲突和彩色效果相互抵触。简单来讲呢，就是在唐宋之际，彩色的山水、青绿的山水和水墨的山水，它们的距离开始越来越远。那么中国山水画啊，最大的两种风格类型就开始明确了。皴法对用笔的技术要求更高。张彦远说过：“画画要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 绘画的创作发端于人的情感上的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冲动，但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看画家怎么用笔啊，画家留下什么样的痕迹。笔法说的极端一点，就是书法用笔。当然，山水画中的书法用笔，它的趣味并不是一开始就是非常明确的。把书法中的用笔的趣味转移到山水画中，那么我们说，在理论上最明确的提法应该是从五代的金号开始的。 金号留下了一部文献，叫《笔法记》。《笔法记》谈的是山水画的笔法，但是它的山水画的笔法和趣味是从唐代的这种书法经验、书法趣味、书法理论中得来的。比如说，在谈山水画的笔法的时候，它用了几个词：筋、肉、骨、气。笔觉而不断，谓之筋；起伏成实，谓之肉；生死刚正，谓之骨；计划不败。 谓之气，筋、肉、骨、气，这些概念是唐人在总结前代的书法书写经验时候提炼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批评性的术语。那么这些词最早是批评书法，后来呢，金号就把这些术语转移到了山水画里面去，强调山水画的创作也要体现出书法用笔的技巧和趣味。画。 虽然这样讲，那么书法用笔真正落实到画面上，还是有一些障碍。比如说，早期的人物画论啊，形容顾恺之的用笔如行云流水、紧近连绵，其实呢，这是一种缺少书法上用笔变化的这样一种比较匀称、比较光滑的线条。那只是在起笔和落笔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顿挫的感觉。陆探微用笔劲力如锥刀烟，那么这一类线条呢，很有可能是和甲骨刻文啊或者古玉图案的那种线条。 或者说在硬质的材料上刻画的这种比较坚挺的这种线条，比较接近。但是这种线条呢，和那种书法上的千变万化的那种线条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在早期人物画里面，书法用笔的特点并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在水墨山水画里面，书法的作用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比如说画树石云水，因为树石云水本身就是变化多端，就是不稳定的啊，所以它就比较适合用富有变化的。 用笔来加以表现，笔墨中的笔，尤其是书法用笔，就特别适合表现单色的水墨山水画。这是笔，我们再讲墨。说起墨呢，
它比用笔还要复杂。用墨主要就是指王维的泼墨和炫淡之法，还有张照的这个泼墨法，这是一个技术问题。泼墨呢，可以理解成一种比较激烈的、大面积的啊自由渲染的方法。刚才已经讲了啊，用墨的方法比用笔还要困难。为什么呢？因为用墨的时候还要留下用笔的痕迹，哎，要有节奏感，也是要有笔中啊，要有变化，还要相互衔接、相互协调，还要有一种深浅的、错落有致的变化，这样才能产生一种呼吸感啊，这种感觉是很难控制的，既要丰富多样啊，有变化，同时还要统一，所以我们说用墨是比用笔还要困难。笔墨不能用厚重的矿物原料加以覆盖，所以我们就要刻意强调水墨的这个韵味、水墨的这个气息，那么它在技术上的要求也就更加复杂、更加精微。怎么体现这一点呢？啊，我们看古代花论里面就说了，叫墨分五色，墨明明是一种颜色，怎么会分为五色？这就是一个问题啊，这说明我们对水墨画的技术上的要求更高了，同时呢，也说明艺术家的利用水墨这种材料来进行创作的时候，他的感受能力和创作技巧也更高了，他的笔法和墨法可能要更加精微。所以在单色水墨画中，我们说笔墨就是绘画的主体，用笔的丰富性、灵动性会带来山川数石的质感，同时也会召唤出一种具有表现性的、具有表现力的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这种感受、这种情绪。好的笔墨一方面可以匹配山川数石的质感，另一方面呢，也可以抒发创作者内心深处情感上的冲动和感受，带有表现主义的含义。谈山水画的墨法，米芾就是一个好例子。米氏云山是类似于泼墨的大面积自由挥洒的山水，米氏云山的笔法非常特别，就是用大块的大片的水墨来进行创作。在美术史上呢，这种用笔的方法叫落茄点，就像茄子一样落在地面上形成的这样一种扁扁的长长的啊这样一个形状，用这个方法来形容它的笔痕、它的笔中、它的笔迹，这也是饱含了水分的一种用笔方法。这种艺术的技巧可以有效地表达出云烟变幻、虚无缥缈而又朦朦胧胧、隐隐约约的视觉感受，很受文人画家的青睐。米氏云山是水墨画中非常重要的代表，这种技法在绘画技术上是一种创造。张照的泼墨适合表现松弛、表达郁郁葱葱的感受，而米氏云山、米家山它的技法这种落切点特别适合去表现云气。在米氏山水画中，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米家的云山它的这个云气更接近于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真实世界的云气，而不是我们之前在唐代绘画中所看到的那种图案化的勾云。米氏云山用水墨的方法开创了一个新的视觉类型，后来的很多画家，特别像元代的这个啊高克恭啊，他们这些都特别喜欢仿效这种方法。笔墨技术发展到后期，文人画发展到后期，它就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标准，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技巧的问题，我们后面还会再详细讨论，这地方简单做一个介绍。比方说元代以后，笔墨就成了一个新的要求，它成了六法之外的一个重要补充啊，有的时候甚至还凌驾于六法之上，成了一个新的价值标准。今天在这里我们不做展开，现在我们就是关于水墨山水的问题呢，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知道啊，六法是中国古代画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原则，也是批评的法则，它讲水类复彩，讲究色彩的问题。但是在文人的水墨山水画中，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他根本就没有水类复彩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不用色彩，所以他就明确了自己的标准，这就是笔墨的价值标准。文人画家赵孟頫就特别强调这个问题，而他用书法的趣味所绘制的单色的枯木竹石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趣味的高峰。到了明代，特别是明代的晚期，笔墨几乎是夸张的讲啊，可以替代六法，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分标准。文人水墨画如果有颜色的话，那也是一些淡淡的颜色，不能覆盖住笔和墨的趣味。又是因为水墨山水画不涉及色彩这个问题，所以文人画家更多的是在讲究笔法和墨法的趣味，笔墨也就成了水墨山水画中最重要的一个独立的价值评判的标准。
好，那么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内容啊，就是水墨山水画的出现导致了皴法的一个发展。而皴法也好，水墨也好啊，密室云山也好，都是单色的绘画，单色的绘画没有水类复彩这个问题，所以他们的评价标准也做了一个调整啊，也就是把笔墨作为了水墨山水画的价值标准。当然这个是比较晚的一个事情，它成为价值标准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艺术技巧，应该是元代以后的事情。好，那么这就是我今天做的这样一个讲解。好，谢谢大家。